Operator, still kicking me up there? Alright, supplies on route. Be there soon. Thank you.
GG. This game is pretty good. Okay. Now I'm level 10 now. Get this thing. Server. Hello, can you guys hear me? Tell me if my sound is too loud. Please just tell me in the chat.每个人都说过，对，所以我怎么能涨价？你去那是哥，你知道吗？那个男粉丝也走了，那你过涨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气嘛，不是，他们这种就是地下团体不保险，包装他们粉丝就不喜欢他们，他们粉丝就喜欢这种北漂，你知道，北漂的感觉。 他们的歌很适合唱成日文歌。
好像说话轻轻哦。
seems like a signal. Huh? Mama, Angel 说 hi. Angel 说 hi. 对。妈。妈呀！他的衣服笑死我了。谁呀？香奈儿。这个谁呀、啊？那个、啊？对啊。有肯定有人要听的。这么这衣服好熟悉，你看。香奈儿呀。笑死我了。妈呀！笑死我了。六五包。本轮奇袭获得266票的，唱什么烂吧？妈妈她说 he's good， 她说他们是 good。挺好，是唱自己的歌吗？是不是只会唱自己的歌？真的好奇怪，为什么老是唱自己歌啊？别人都是唱别人的歌的。唱自己歌一点都没有问题。他说什么？是这样，是《火星三部曲》《鬼风》，让我们有请华晨宇带来《强迫症》。那是他可能唱自己歌好一点。我要跟 Angel 玩了。谁说的？抓一抓。啊？抓一抓，谢谢。在外面呢？对，对。这边。哇，那个老人的老贝的好好用。对了，这里吗？你要轻轻转的，不要转。对，痒吗？没有感觉。Thank you.
Prada。真的？嗯。一身的 Prada。妈呀，这袜子好好看。他喜欢穿啥？没有，就是他那个造型师选的衣服。乌有饼，我快要叫了。是你的吗？对，他的。喂，Angel。不要，Angel， can you hear me？Angel, can you hear me? Angel, can you hear me? Angel, can you hear my mic? Hello, hello.
Can you hear me?谁？哎，那你谁啊？上场唯一知道自己名字的人，他就是徐佳莹，谢谢。